好，看完这段视频，好，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 加油加油！以后会更好的，有他们一直陪伴着你。给大家笑一个，好不好？从，等一下。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，我们都要笑，对不对？那笑起来，好不好？就从我。 刚入行到现在，然后其实就经历了很多，就比如说心酸的事情，然后我又是一个不会，天哪，就是。 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，其实这一路我遇到很多，其实很多的曲折。就比如说，今天坦白跟你们讲，就是比如说，就很多事情，那其实都是我自己去经历，然后自己一步一步，让我知道我自己真正吃了多少苦，然后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情。然后我记得我姥姥，就是我参加节目之前，然后我姥姥去世了，然后。 他就握着我的手，就说你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。然后我就刚刚看的那些视频，我就觉得，果然这么长时间努力没有白费，就今天能开启这场首唱会，今天能看见大家，今天大家能来这儿，然后我们一路前行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，非常让我感动的事情。就所以我为什么哭呢？这一次哭，上一次哭是在大厂里面，然后就是现在哭了，因为。 就是真的很感谢你们的陪伴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，就真的很感谢你们陪伴，以后我也会越来越好的，然后越来越沉淀自己，让你们看见更好的小羊王子。好，好，未来继续加油！本来想今天从开头帅到尾的，真是没有，虽然。 还是很帅的，对不对？<笑>眼泪也是值得的嘛，眼泪之中其实承载了很多，对于大家想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可能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，让大家能感。